你安好，剧组的伙伴们放了放假，收了收工，而我呢，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特殊的礼物，就是一会儿我将有一个秘密的特殊训练。为了完成这个挑战，为了让大家都能给我点赞，希望我的努力是值得的。结束讲话。经常一尺，人多活十岁。我们的挑战马上开始。这次跟何老师、何导演合作，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但是我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接受，然后能够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完成这个挑战。人生就是充满了挑战，你需要去挑战自己，去挑战很多很多的事情。最终做好这件事。我们明天早上继续挑战。等到狮子花开的时候，人生百事，不挑战，一点赞。